升起的太阳，为寻找梦里的模样，迷路比不让去，我们失去方向，要你们在我的身旁，我们到达梦想的地方，扬起帆破风浪，我们马上起航，怀抱彩色的梦想，背起行囊吧，冲破黑暗绝不回头，世界需要我勇敢去闯，发出耀眼光芒，传说力量斗志昂扬，冒险之路当仁不让，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，马上起航，传说力量越战越强，冒险之路伴我成长，所有邪恶都无处可藏，这是哪儿啊？头好痛啊！请问你是谁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嘿嘿，哈卡，我们又见面了！又是他们！诺可可，打！快逃！快逃！快追！别让那小子跑了！可恶，怎么不见了？我们分头找吧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！给我打！看你们往哪跑！大家快跟我来，快快！咦，明明是往这边跑的。是啊，肯定是躲起来了。快，我们分头找。是。什么？这里不是熊猫山谷啊？这里是阳光森林啊。那你知道熊猫山谷在哪儿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急，既然这里不是熊猫山谷，我们就不要在这儿耽误时间了。你叫哈卡是吧？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这没什么。我们还要去寻找熊猫山谷呢。啊，所以我们得离开了。哦。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再见。再见。熊猫山谷，也许太阳树知道。太阳树，太阳树知道，哪里能找到太阳树啊？你可以告诉我们吗？太阳树在哪儿啊？太阳树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一族是住在太阳树上的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树上结着美味的太阳果，只要吃了太阳果，就有和植物沟通的能力。可是有一天，洛可族的首领洛可可来了，他被神奇的太阳果深深吸引。为了太阳树的果实，洛可可率领他的族人向我们进攻。洛可族不单人数多，能飞，还有强大的弹弓。最后洛可可把树升上了天空，我们没有吃到太阳果，失去了能力，无法抵抗，结果洛可可就怎么办？洛可可霸占了太阳树。洛可可为了能让太阳树回到地面，为了哈卡的愿望，也为了我们的愿望，熊猫山谷，我决定帮助哈卡，让太阳树重回地面。啊啊！
帮我们夺回太阳树。太好了，送一个送一个。洛克族实在太可恶了，得好好惩治他们一下。不行，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们刚才有多厉害吗？哼，是你自己害怕吧。胡说，我们要去的是熊魔山谷。露琪，我们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刚才如果没有哈卡救我们，托比，你以为我们现在会在哪里？对吧，露琪？布菲说的没错，为了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怎么能轻言放弃呢？更何况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无论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的。可是现在的太阳树离地面很远，我们要怎么上去啊？这个有了，接着，你把木头放那边。把叶子放那边。好的。好。指挥别人干活真好玩。对了，鲁奇，布菲跑到哪里去了？应该帮大家收集材料去了吧。又脏又累，我才不去呢。布菲，叮叮叮当叮叮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哥哥，哥哥，妹妹，哥哥，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还不是那群可恶的洛克族，把我像球一样踢来踢去的。哥哥，你一定很疼吧，哥哥？你这么关心我，那我就来个苦肉计。我的头好痛，我喘不上气了。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哥哥，好痛！哥哥，你干嘛来呀？哥哥，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你陪我回家吧。可是哥哥，我的梦想是去熊魔山谷生活的。不飞，我不行了，陪我回家吧，不飞，不飞。哥哥，我跟你回去，跟你回去，哥哥。耶，太好了！臭塔塔！不飞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！不飞，不飞！太着急了！你们可要认真听好了哟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完成步骤一。无聊。最后呢，步骤三和四，我们就连起来做，听懂了吗？哎，布菲回来了，正好，我们开始动手吧。气球，那帮笨蛋做这些东西干什么？难道又是那个臭熊猫？不飞，不飞！困死了，又到上班的时候了。那是什么？有敌人入侵了！敌人入侵了！有情况，有情况！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弹弓准备，打！
给我打！时候差不多了，武器他们应该准备好了。想跑，给我追！是。别跑！上钩了。太好了，洛可可被引到云里了。把他们给我绑了！是，拉回去干苦力。大家快跟上！没有乌云的晴空，寻找最灿烂的